这间位于首尔的小咖啡厅乍看没什么不同，墙上挂着服务人员的照片，其实他们都是患有早发性失智症的患者。이곳에는초록이치매를앓고계신일곱분의바리스타가계신데요두분씩짝을이뤄치료사선생님과함께매일두시간씩일합니다주문받은내용은손으로천천히눌러적습니다태주스두잔숫자2早发性失智症是指65岁以下被诊断为失智症的个案，患者大多四肢健全，体力还不错，会产生妄想、幻觉等症状。这里的患者借由榨果汁、煮咖啡，一边与病魔对抗。已经工作7年的金爷爷说，在担任咖啡师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内心变得愉悦。대화를중간에이어가지를못하고연결이안되니까답답해지지근데제마음속으로변화하고있는것처럼보여서더욱더열심히하고싶어요这位赵女士从2年半前开始罹患早发性失智症，工作时与客人互动得到成就感，也变得有活力。커피파는거좋았어요안해보던걸처음접해보니까맨날집에있을때는집만있고바깥을안나갔어요근데여기와서활동해보니까너무즐겁고좋지가족도다좋아해南韩的早发性失智症患者约占全国失智症患者的8%，为了不让他们和社会脱节，各地方自治团体都出一份力。직접차도만들고또판매도해보고이런일자리나사회참여를이렇게제공을했던것입니다사회적인식도부정적인측면을여기서개선하는그런효과를全南韩的失智症患者超过100万名，若是家人没有注意，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失踪事件。한남성이할머니한분을이끌고경찰차로다가갑니다길을잃고거리를헤매던치매노인을한시민이발견해실종신고를했고이제막경찰이도착한겁니다그런데이할머니는자신의이름말고는아무것도기억하지못했습니다日前，首尔一名失智症患者被路人发现通报失踪，警方搜寻名字和地址，仔细询问周围居民，好不容易才将他送回家人身边。然而，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统计指出，相关失踪申报在2020年后呈现每年增加的趋势。按年龄来看，70岁以上的失智症患者最多。이에따라사전지문등록의무화등체계적인관리가필요하다는지적이나옵니다치매환자들은대개신분증이나휴대전화와같이신분을특정할수있는물품을소지하지않은채발견되기때문입니다可以追踪失智症患者位置的感应器目前普及率仍低其实失智症患者也可以透过手机 APP 提前登记指纹但由于警觉性低或不熟悉制度等原因指纹登记率只有30%左右从失智症患者申报失踪到被发现，平均要耗费12小时。为了不错过寻人黄金时间，南韩政府、警方和地方自治团体必须建立更紧密的支援系统。TVBS 新闻综合报道。